2006年港姐桂冠，36岁嘅吕慧仪同2008年落选香港先生，41岁嘅黄敏迪喺2011年结婚，婚后诞下2年4岁嘅仔仔。表面上一家三口幸福美满，不过近日就有传佢老公同一名短发女子过从甚密，男方更被踢爆喺巴士车厢里边啜女啊！而此偷食被揭之后，吕慧仪同埋黄敏迪火速发出共同声明，表示喺2018年已经离婚噶啦，变翻做朋友嘅关系。相信失婚已经有一段时间嘅吕慧仪，虽然之前就未有对外公告离婚，但系暗里就饱受婚变嘅煎熬啦，似乎有苦无路诉。近日佢就同合作《爱回家》嘅两大猛男表现态度亲昵，似乎系直此寻求心灵嘅慰藉。除咗当众依偎俾自己年轻12年嘅安仔周家乐之外，又结伴剧中饰演情侣嘅公业张景纯睇演唱会散心，生活多姿多彩。睇嚟吕慧仪系想向前夫证明活得比你好啊！